身份证。谢谢啊。周成老师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本来还说要帮您拿东西的，其实我差点把您身份证给弄丢了。先生，先生，等一下，我需要和你说句话。这么问肯定有些唐突，请问你是叫周深沉吗？刚才在安检口听他们这么叫你。是，我是周深沉。啊，是这样，我最近工作一直看见你这个名字，周深沉，是一个故事里的名字。啊，是一部电影，我在给这个电影配音，所以听到周深沉我就追过来了。嗯，抱歉，越解释越糊涂。你可能不大理解，我是小南拳王的故事啊。对，你知道啊？知道。你好，我叫十一。你好。我马上要登机了，来不及多说。我方便留个微信吗？或者电话号码？我想和你交个朋友，普通朋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回到国内，还没来得及去办理国内的电话卡。这样啊，没事。如果你不介意通过邮件交流的话，我们可以留一个电子邮箱。没问题，我给你还是你给我？我给你，给我纸和笔。来，谢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